计师。我的梦想是发明长高米。我的梦想呢，就是长高，然后长到180公分。好，谢谢。我的梦想是疫情赶快结束，然后环游世界。我的梦想是想要当一位音乐老师。我的梦想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，然后我想要当一名室内设计师。我的梦想，我想好好活下去。虽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梦想啊，像今年1月我就要开刀了，一个大手术。我是很希望我能好好活下来，好好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。